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今天请到的四位情感导师是谁。他们是情感导师周伟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寇乃馨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于博红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一起来分享四位情感导师的人生智慧，了解一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困惑。来认识一下这一对。我们俩其实工作都挺辛苦的，我一开始也很理解他，知道他不容易，但是我认为不能总是什么事儿都去我理解包容他，我希望他也能理解我的不容易。我俩结婚快五年了，孩子三岁了，本来生活的挺好，但是最近他总会因为我的工作时间问题和我闹矛盾。我觉得我们应该都奔着一个方向去努力经营小家，但是目前总是会有分歧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朱先生33岁，来自天津职员，有请小朱。高女士28岁，来自天津导购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今天为什么而来呢？今天为了解决一下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些问题。我呢是一名导购，我们是分早班晚班这两个班次导的。早班的话下班的话就是正常下班的时间，晚班的下班的时间呢就可能跟着商场的闭店时间走，店庆的时候可能会更晚。因为我们销售的话它不光是销售产品，闭店的工作的话是需要去盘点那个店里的货品的，经常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下不了，按时下不了班，11点12点也是经常有的事儿。他去接我回家，我们家就因为这个吵架，就是我一上车他也不理我了，我跟他说话他也不跟我说话，我就觉得那你还来干嘛呢？因为我呀是一个普通的公司员工，我们朝九晚五，虽然说不是很累吧，但是呢挺费心，挺费神的。嗯，晚上去接他呢，也不敢晚了，怕他要是早下了呢，等我也不安全。我呢就按时到了，1个小时起步，就是眼看着商场的灯都关了，最后才出来。哦、接了多久了？5年了，就不容易，坚持5年就真不容易。是他这一点的话我还是就是没得说，他愿意去接我我也很知足，但是你不能说的你愿意来接我我也很知足，然后咱俩还因为这个事儿去打。而且我这个晚班的这个问题他是在所难免的，因为每个同事的话都会轮到晚班，而且就是平心而论，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其实喜欢上晚班。因为什么呢？销售来讲的话，尤其是在商场工作，他一般呢是10点9点半左右开店，上午可能一晃过去了没有什么顾客，你想谁天天起个大早去逛商场啊？我作为一名销售来讲的话，我是需要去拿业绩说话的，就是我需要去用我的提成多赚钱，去为了咱们这个家而着想。是你说你晚班下的晚无所谓，你早班我早去了他还是下不了。还有就是你说你忙工作，你的微信里头那些人，我200多个好友，他2000多个好友，就有的时候还得要出去跟我说是跟客户要去吃饭，因为送人的礼物不能光送完就还要去吃饭培养一下感情去，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发微信就都不接，然后这点我就很气愤。咱们一点一点说，从早班开始，刚才说了这个问题，因为早班的话没有什么顾客呀，上午一上午就过去了，我也需要业绩，所以说卖不完成业绩这一天我就得我得加班，没有人强迫我，就还是那句话，我就是想要业绩。包括你说我手机里2000多个人手机对吧，密码你知道你随便看，而且我这些顾客什么的我都有备注的，包括手机内容那微信内容你也可以去看，到逢年过节的会有回馈礼啊什么的，像是我的一些大客户的话，人家没有时间过来拿，我肯定是要去送一趟的，人家可能就觉得不好意思，哎呀你挺辛苦的，那咱们一起吃个饭吧。我就敢拍着我的胸脯说，我只要是去应酬的全是女性，因为我知道我是来挣钱的，
我不是来干别的的，所以这点你可以放心。他说的给我发微信我不回，您了是怎么个发微信法啊？我这个手机我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不静音或者是震动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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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0多条，有的时候我要不回视频直接顶过来了。你说我跟我的顾客客户我吃饭的对吧，或者是我正说别的事儿了，你说我能接吗？而且我出门之前我都告诉你了我是跟谁在一起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咱俩在一块儿这么长时间了，今天孩子都3岁了对吧，你说你有什么不相信我的呢？主持人你也看见了，他的形象啊肯定是要比我好一点，我有时候就没有那么有自信。你哪怕你回我一条呢，拍个照片我现在在干什么，我拍吃的可以，我跟人家比如说王女士，我王女士来我给您拍个照片，我给我爱人发过去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对吧，你换位思考一下，比如说你要是跟你的客户或者是朋友在一块儿的话，你需要去做这些举动，那人家会怎么想你，会怎么想我，人家会笑话你，会笑话我的。他还有一点就是花钱特别的大手大脚，我一年到头也买不了什么，他就是包啊鞋呀化妆品。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对于所有女性来说最不公平的一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你别说一个女孩，我现在这么大岁数，我也不说女孩，我是个女人，我已经到了年龄段，我快30了，我需要去保养我的皮肤，这样看起来我才能不那么显老，不那么老的那么快。我平时也会偶尔要出差，跟同事团建开会，这些都是会见到，有可能会见到我们的大老板的。你不能让我拿着个破布袋子出去吧？而且包括你说这种的话，我也不是说一次性，我就今天买完了，我明天我还买，我半年或者是大半年，我才去买一个新的包。保养品的话，怎么着这一套也能用半年，甚至是多半年。只不过就是你看到的那一个月，我没有留下来钱，每个月我其实是还有剩的。不是你们俩的钱没火在一起吗？没有火在一起，我就马上就要说这个问题了。你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，你的工资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死工资，你的工资去哪儿了呢？我觉得就好像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养活一大家子，那你的钱去哪儿？你也不交给我。我也有朋友啊，我也得需要应酬啊，对吧？我不能总是朋友跟我在一起，朋友花钱，我也得掏钱吧。你不说这点我还不那么生气。你下了班之后你不回家，你跟朋友出去吃饭去，你得有面儿，你得有排面儿。那怎么着也得挑一个环境稍微好一点的，这一顿饭就得200多-300多块钱。你这一顿200多-300多，两顿多少钱，10顿多少钱，打5天起你这一个月你花多少钱，平时你还得加点油，然后你再有点开销，你这根本就剩不下呀。对呀，所以说不是我不交钱，是我根本就剩不下钱呀。那你为什么还去做这些事儿？要去跟你的朋友去吃饭，而且还得去玩，吃完饭之后还有2场，我想问问你为什么。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朋友，因为我内心的事儿我没法跟你说呀，你太忙了。你晚班回家几点了？你再吃口东西，你再洗个澡，我还有时间跟你说吗？那你在车上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还不理我了，你还跟我生闷气，你跟我说呀。你在车上跟我说的都是什么？都是你的工作，你今天卖的什么，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人，我都插不进去嘴呀。你听我说完了你再说，都是听我说完之后你就不想理我了。这听起来像两个单身汉，你知道吗？谁养家呀？那娃谁养啊？家里的费用没有其他的费用吗？水电气啊饭费这谁出啊？其实我们自己的小家没有多少挑费，因为也不开火什么的，因为孩子小嘛，都是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样倒班看。老人那边呢，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月挣得多一点了，我就会给一点贴补家用，但是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，因为他不往家里交钱不能只靠我一个人，而且孩子跟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两边父母，岁数都虽然说
我当时刚认识你。理解的不多吧，那我就打个五分吧。我就觉得我特累，我太累了，我真的，我不仅上班累，我心也累，而且我还得不到安慰。这是很现实一部分的婚姻状态，活的不就是琐碎吗？打的不就是柴米油盐吗？我觉得已经不容易了，五年就接了五年，是吧？对，不是，那你为什么就在这一点上你没有看到他的好吗？他也有好，但是就是这些琐事弄得我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。我换个问法，我换个假设，不再是个普通的职员，像周老师那样的大 CEO， 还是以这样的方式，你还会怪他吗？可能也照样吧。可能也会怪，不是看上我怎么怎么样，他不是那种人，这点我倒承认。所以啊，既然这点承认，为什么他出去跟人吃个饭你那么计较？职业上你有什么规划呀？闺女儿一天天大了，花钱的地方多了，您作为他的父亲，你有什么规划呀？这个没想过，现在就是比较安于现状。这就是我说的，所以这也是双刃剑。你说如果他心思那么活泛，那么积极的去所谓的挣钱了，他还可能会五年每天妻子上班他都去接吗？也许就不可能。如果他不再接你了，你会失落吗？那肯定会失落。没有人跟你发脾气了，你也不用辛苦的忙了一天之后看一张臭脸了，你会失落吗？那你是选择看那张在车里的臭脸呢，还是一个人坐着公交，骑着电动车，哪怕是开着车回家？那我还是想看他那张臭脸吧，最好你就别给我摆那臭脸了，那就是最好的。所以这就是问题，说不幸福吗？其实挺幸福的。说真的很幸福吗？其实真的还有一些不幸福。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周老师，其实啊，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啊，就出在你们对婚姻的期待和现在的现状，你们的期望值没有达成共识。走了五年，我们会发现，哎，我要的和你给的，你想要的和我能给的好像不一致。我们是因为婚姻关系住在了一起，因为爱走在了一起，但是我们没有共同的目标，你很难走下去，包括对孩子的教育目标的设定。就如果你们各自找不到目标，我们找一个共同的目标，那孩子总要吧，对吧？你要共同的培养，接受什么样的教育，对吧？给予他什么样的教育，我们的目标慢慢的就变成了共同的目标了，好吧？回去大家捋一捋啊，今年我们要干点啥，对吧？明年我们要干点啥？你们不缺爱，你们缺的就是这个。好吧，啊，其他的没有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有那么乐观吗？有。我真的不觉得呀，我觉得你们虽然五年婚姻看似表面还算是平静，但是我真的觉得你们内核出了很大的问题。
我先说说先生啊，是我说话相对直白一点，我觉得你特别没有责任，特别不愿意担当，你特别愿意做他说那个曾经的少年，只管好你自己，只要你自己开心，你站在那儿好意说那我孩子和我不亲呀，你怨谁呢？怨你自己没有担当啊，你不是一个好父亲啊，你不值得他尊重，不值得他爱呀。你这婚姻五年为家里做了什么？为女儿做了什么？你说我挣工资不多，不多也应该拿出权重来，给这个家是怎样的，给老婆是怎样的，给孩子是怎样的。你说我要应酬，你现在年龄现在状态有资格天天应酬吗？我怎么听着那么生气呢？还嫌人家袜子丢得不够好，你没人家挣得多，你收收呀。哎呀这个很扎心呐、啊！就是呀、啊，那这是现实，对吗？我从来不认为说这个家一定什么男主外女主内，对对对，谁适合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是女的更容易赚钱，那你就去赚钱；男士更爱养家，那咱就在家照顾好家庭。你不能哪头都不靠吧？这既不给家拿钱、还要在家做大爷，无可辩驳啊。女生。我也没有完全支持你啊，你要干嘛？你活得也像一个自己，你像一个单身女人，我赚钱，我养家，我照顾孩子，我自己收拾屋子，我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转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你太能干了，有时候女生把自己做成真的是像陀螺一样不停地前进的时候，是没有男人能跟上你的步伐的。婚姻是要经营的，婚姻是要两个人同进同出的，你也没有给到他足够和你一起并肩成长的空间，所以如果这段婚姻还想继续，请你们把相当的比重放到家庭来，放到孩子身上，放到彼此的关爱关注当中，才有可能走下去，否则各过各的吧，反正过得跟单身汉一样。谢谢，谢谢严老师，一针见血啊，不止一针吧，人间真相，我觉得是下了真雨啊。我就问一下朱先生，对吗？对。平常你老婆也会数落你，也会给你各种的这个抱怨，对吗？应该会吧。会，经常。有没有严老师刚刚说的这么那种啪啪啪梨花针啪啪啪啪这样来？严老师比较一步到位。对。针针见血，扎心啊！没有一个不中红心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刚站在那儿感受怎么样？就想赶紧下去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严老师讲的太在理了。你知道我刚刚已经觉得你俩啊，有一点男女错位，你知道吗？在事业上呢，他显然挣的没有你多。在家庭里呢，他现在有很多的痛，没办法跟你说。当男人说，我有很多内心话没办法跟他说的时候，我会特别担心，因为通常这是一个警钟，你知道吗？他不跟我说，那他接下来打算跟谁说？写首歌而已，想多了。万一他又不会写歌呢？那他跟谁一起去唱歌了呢？我没有要吓你的意思，但是我就想跟你说，为什么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错位呢？我刚刚看到一个呢，大女人跟一个撒娇的男人。与其说你老公呢很自卑、很没自信呢，我倒不如说，其实他在跟你撒娇，他在跟你说呢。为什么你的朋友留2000个，我都只有200个耶？你知道我在外面等你等多久吗？我已经来3小时了耶。那小孩那就不要亲近我，你叫我怎么办？你懂这意思吗？其实我在想，也许当女人渐渐开始忙工作，开始渐渐呢，在这个两性的社会上越来越两性均衡的时候，我们要不要再多做一点点，就是顾及男人的尊严、自尊心，跟让他们有撒娇的空间。你把你婚前那个阳光美少女的女人味找回来一点，工作很忙很累，心也很累，但是偶尔还得讲讲情。而您呢，大哥，能讲点理吗？哄人就是错在哪儿改嘛。老婆很累，你就每天接送她，你就开心一点接送嘛，你要这样想。这么优秀漂亮的女生，可是我家的女人呢，对吧？有一个漂亮的老婆，可爱的女儿，那就是你人生的光辉跟骄傲之一嘛。咱们可以继续往前进步，但是现在也不错，但是不要用嫌她朋友多
来强调自己的自信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 OK 的。其实我还蛮乐观的，因为我觉得你挺爱他的。但是就是对的话还得用对的方法说，你偶尔撒撒娇让他有点安全感，我觉得其实也没大事。好，谢谢乃馨老师。来来来，火红兄啊，刚才张。刚才老师们说这么多，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是一点一点的变得懒惰，没有以前那么用心了，那么包容。可能活得越来越自私了，越来越自我了。这点儿，我觉得我应该好好改一改。希望你能给我时间。我听了老师包括川哥的话，我也觉得可能是我过于强大了，太大女人了，然后让你就是一点一点的慢慢接受了这个现状。我愿意为你为了这个家去改变一下，我平时少抱怨一点，咱们一起努力。好。加油吧，谢谢两位，请回请回，谢谢你们，挺好的，来谢谢，请回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
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我们看看这对夫妻怎么再相逢吧，请开门。不是你还不主动点儿？行了，以后就好好过吧。哎，好，反正夫妻俩打分嘛，一打七分，一打五分，加在一起除以二，六分刚及格啊。及格总比不及格好。是，及格了再往好成绩考吧。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以后少惹我生气，知道吗？明白明白，以后不惹你生气，尽量。还尽量是吗？哎呦呦呦呦，行了行了，牵手回家吧。谢谢两位，祝你们幸福。来，请回请回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爱情保鲜剂。有网友提问说呀，谈了快两年了，前几天吵架了。他出差呢，手机里的总是暖男，但是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像变了一个人。我总觉得他不是那么爱我，老师我该怎么办？手机里的暖男，生活中的冰块，我们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了。所以呢，男人说什么不重要，要看他做了什么，这才是爱你最好的表现。再一次的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的分享。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